哇，这次在香港就感到非常开心，就是卖了两条，天女猪。OK， 别人的天女猪是要10000块的，我们是不用10000的。现在天女猪已经没有了，只有两条，给大家开开眼界而已了。已经定了，一出来马上卖出去了。客服拿来看看啊，天女猪啊。嗯，给你两条。嗯嗯，只有两条天女猪，这两条都已经卖了，不让大家开开，眼界，什么叫天女猪？天女猪是目前。日本珍珠最高级别的，因为我也没资格定，那个眼界是日本珍珠科学研究院定出来，它是天女珠，大家可以还是比较一下，你看它无瑕，没有任何瑕疵，没有任何瑕疵的。OK， 再来就是这个 Rose 第二等级就是玫瑰珍珠。玫瑰珍珠，看看玫瑰，它还是有一点点小瑕疵的。玫瑰啊，玫瑰来一点。玫瑰珍珠，玫瑰，那天女珠已经卖了，我们就不报价了，就是反正是大几千。OK， 这8.5到9个米是玫瑰珍珠，这个8.5到9是2999一串，都配币正值，然后。这个我们目前也只有3条，然后这个还有8到8.5玫瑰珍珠，这个2380只有2条。Rose 那玫瑰珍珠肯定跟天女珠又差一点点，因为它价钱还是差，还是由这个日本珍珠科学研究院，这个有证书的，每一条都有证书的哈。目前我们有2条。8.5到8的有2条 ，Rose 的2380，然后就是8.5到9的有3条2990哈，这都有日本珍珠 ，OK，Thank you， 日本珍珠科学研究院的了，然后。这个就没有证书了，没有证书，它也是日本珍珠，也是很漂亮，999，8到8.5，999，8到8.5也不错，那肯定跟天女珠跟 Rose 珠是差一点点，899，然后这个就8.5到9就1200。好，原来这里还有，这个也是 Rose Gold， 它的每一条都写得很清楚的 Rose， 每一个配好珍珠，那这些也没有证书的，就这个就真多吗？才390，8到8.5，对，都是我们，因为这些日本珍珠我们都合作伙伴的合作了，真的20几年的，非常所以都是非常好的珍珠哦。那你看，就是它 Rose 玫瑰珍珠也是有，它有一些带，这个带蓝光，这个带粉红光，所以都不一样的哦。对，天女珠我就先收起来了，毕竟是客户定了，我们只是给大家看看而已。对，那这些就没有证书的，没有证书它还没有达到这个级别，所以就是目前我们有 Rose 珍珠有5条 ，OK。其他的就有其他的，天女珠目前没有了。好，这些都卖得很快的，大家欢迎批发零售，我们也批发给大家的。对，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订阅频道加微信，谢谢大家。